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，复回君不见。当时是因为自己有什么事情，还是突然有感而发，还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诗歌啊，触摸不到诗人的灵魂啊，我是不讲课的。他平常讲课就是激情四射。你们是觉得好啊，还是觉得好笑？好，讲得很有意思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转玉不足贵，陶醉不复。同笑晚舞，你有看到那个视频吗？嗯，我看了。对，那个是咱们教导老师是吧？是。白白发照青丝，莫成。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